支乐曲的 I 段在演奏上，它采用了北方邦迪的滑音、立音、画奏等技巧。乐段呢显得粗犷有力，而又欢快。乐曲一开始是个两小节，很有特色的，它用了上滑音，从咪滑到拉。接下去呢，就是一连串的七分音。这个七分音的时时要吹足，当哒个哒个哒个滴滴哒，啷哒个哒个哒个滴滴哒，引申了这个一首乐曲的比较强的风格。接下去呢，是一连串的十六分音。实际上这个八小节是前四小节后四小节，这个四小节里边呢，前面三小节是相同的，后面一小节是不同的，因此叫反复练习这个前四小节呢，后面三小节这个也问题不大。这个里边还有一段采用了这个很长的颤音，这个颤音呢不仅要速度均匀，而且它有轻到响。在快乐的小笛手第一段这个里边，为了塑造这个小笛手的风趣这种情景，因此呢他用了好多低外嘴滑音。这就是低外嘴滑音啊。朋友们可以在实践中练习。这个第二B 段呢，它虽然这一首乐曲它的基调是北方曲式，但是呢在 B 段它融入了这个江南曲调自用这个气息控制的特色，使这个旋律呢更加优美。你看啊，在吹的时候比较注重这个气息，因为这首乐曲是 A B A 结构，因此到回到 A 的时候，这个气氛要更加热烈啊。这个时候乐曲呢就讲到这里。